欢迎收看108年10月5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近年港都有线电视推动儿童剧校园公益巡演，传达阅读以及媒体试读的正确观念。第二站来到苓雅区的中正国小，吸引200多名小朋友，场面相当热闹。饱受争议也备受重视的高雄市海洋流行音乐中心将于明年开幕。市议员童彦珍呼吁市府严选优质的表演团体，将流行音乐中心的效益发挥到最大。高雄市议员李乔如和蔡武宏在议会质询教育部门时，都针对学童的问题提出看法，除了希望提高英语的学习时数外，同时还有如何避免学童流连在满街的夹娃娃机店里。青莲港都儿童剧校园巡演第二场活动在苓雅区中正国小登场，是受到小朋友热情的欢迎。主办单位邀请在地优质剧团演出动物小学雷声大雨点小的剧码，透过生动活泼的表演引领小朋友爱上阅读，并且了解辨别网络还有新闻媒体真假的重要性。这些消息我都是从网络上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不知道。新同学傻了，被班上的同学羚羊阿库欺骗，误以为大公鸡的红鸡冠是塑胶做的，黑马牙藤要用大钳子把牙齿通通拔光光，错误的讯息让班上的同学大乱，还引起不小的纠纷。大乱之后，羚羊阿库才承认是从网络上乱抓的讯息就随意散播，傻儿也信以为真，没有多方查证确定讯息的正确性。最后傻儿打开书本仔细阅读，才恍然大悟，找到答案。别人说什么他就去把它传播出去，所以不应该这样子，对不对？对。那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先去查证说这是不是真的，再去传播出去。如果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不确实的消息要怎么样？不要散布而已。那要不要相信他？不要。那要怎么做查证？多看书。多看书，看上面有没有标注作者及发布日期。恶意点击诱饵，大家要小心，不要乱点击哦。有奖征答中，小朋友也正确回答假新闻的六大征兆，从标题、图片和网址出处等面向判别假新闻，不要制造，也不要散播，更不要相信。庆年能够走到校园来，帮我们教导我们的小朋友，不要说看到什么消息呢，就赶快去转传啊，或者是去这样子散播的话，那要经过求证之后，那才能够得到正确的一些的知识的话，那这样是对小朋友往后他的整个生涯发展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在这一个区块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庆联港都有线电视，谢谢。庆联港都有线电视善尽媒体之责，今年邀请豆子剧团改编知名绘本，推出的儿童剧将到6所学校进行巡演，鼓励小朋友多看书多阅读，有足够的知识才能够判别新闻的真假。2019港都庆联儿童剧校园巡演，记者黄俊怀、赖昌邦高雄报道。继续关心高雄市议会的消息，即将在明年完工开幕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乐中心，相关空间的营运规划还有招商进度是备受重视。市议员童彦珍希望文化局能够严选优质的表演艺术团队，打造高雄成为南部音乐重镇，同时融入海洋城市的特色，吸引更多游客到访。预计在明年8月完工的海洋及流行音乐中心，最近因为政治话题饱受争议。不过，已经完工营运的6栋鲸鱼造型小型表演空间，市议员童彦珍希望文化局能够妥善运用之外，也期许能充分融入高雄海洋城市意象，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到访的新景点。我们是海洋文化、海洋首都嘛，所以是不是在那个地方也设立一个海事博物馆？有没有这样的规划？我们有一个场馆叫做海洋文化展示中心，在规划内容的时候会把海事的这一个部分拿
容纳在里面，策展啊规划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它的一些场馆都为我们高雄市一些年轻人所设置的，而且未来将来的一个不管是展示的部分还是竞赛的部分，在这个场馆的规划上都应该要有很清楚的应该规划了。为了迎接海鹰中心的开幕，文化局近几年透过大型演唱会活动的举办加强暖身，虽然受到大港开唱和春娜活动的挫折，不过童彦真还是希望文化局继续努力严选更优质的表演艺术团队，吸引爱好音乐活动的朋友回到高雄。我们的文化局长接手了以后，应该要很清楚的对于我们高雄市的表演艺术的文化的团体要严加审核，可以去做一个非常仔细的盘点。如果你用在地的，不但能够让我们在地的乐团能够得到补助，得到一些经费的补助，让他们更好更有发展的机会啊，也同时也是鼓励我们在地的艺术文化能够更进步更成长。童彦真也呼吁文化局在进行招商评选时能公开透明相关作业，避免引发外界不必要的猜测和批评，尤其能多扶植在地音乐及表演艺术团体，提升高雄艺文气息，展现影音新魅力。记者张胜明、黄连军高雄报道。现在夹娃娃机盛行，吸引许多学童呢拿零用钱去玩。不过这些娃娃机的内容物有一些是儿童不宜。市议员蔡武宏在教育部门质询中要求教育局要拿出有效的机制严加管理，避免未成年的孩童涉入沉迷，影响到正常身心的健康发展。市议员蔡武宏接获家长陈情，指出原本要给孩子买早午餐的零用钱却被拿去玩夹娃娃机，忧心这些机具内容有些来源不明，而且不适合未成年，一旦太过沉迷恐怕对孩子造成影响，呼吁教育局加强重视。因为他是国小，他国小去夹到这个东西，夹到成人用品，这个部分的话局长认为妥不妥的请局长答复。小朋友去那个夹娃娃机店夹到这些东西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妥的。按照我们目前，我们是有对游艺场所等等有规范，在学校的范围200公尺之外，但是娃娃机店没有。它有一些违反了一些儿少法啦，甚至我们一些食品法的相关规定。但是就目前为止，因为娃娃机算是目前短暂新兴的一些的业者，那所以说我们高雄市政府在目前也没有很一套明确的一个机制哦，来针对我们现在设立在高雄市的娃娃机哦，有一些相关的规范了。教育局指出，过去针对电子游艺场所有在校园200公尺内不得设置的规范，至于夹娃娃机，目前列管的有193处，将会同相关单位加强巡查，一旦有违反儿少保护相关法令的情势，就会加强取缔。如果有涉及到违反这个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就简称儿少保的部分的话，那我们会交由警察机关去取缔。凸显这个问题哦，我们就是要请教育局哦，针对我们学区的部分哦，先进行第一次的抽检，长沙非常的忧心哦。那在这个部分的话，也希望我们的教育局或者是警察局，甚至卫生局经发局，针对这些东西，我们要进行一些相当的规范。近几年高雄兴起夹娃娃机风潮，透过可爱包装吸引消费者上门，内容物千奇百怪，琳琅满目。不过因为缺乏配套管理，也引发许多消费争议，儿童不宜的内容物更是引发家长高度焦虑，希望市府相关单位拿出积极作为，保障孩子身心健康发展。记者张世明、黄兰君高雄报道。双语教育向下扎根是高雄市长韩国瑜重要的施政目标，如何推动执行，在教育部门业务质询中受到市议员李乔如的关心。他认为目前教育局规划的国中小学上课时速都不太够，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双语教育，建议能够利用每天找自己的时间来学英语，提高学习成效。关心学童语言竞争力，市议员李乔如针对目前市府推动的双语教育提出意见探讨，希望教育局从提高学童的学习时数做努力。我们的一二年级才一节课一星期，二三四年级、五六年级每星期才两堂课，如果依照这样的规划，孩子是没有办法英语朗朗上口的。如果我们没有每天让孩子学习英文，我跟你讲，一礼拜连咪都袂记得啊！这样的节课，局长，你认为可以满足学生学好基础的英文的时节吗？你简单答我，有没有办法？
主席，请吴局长答复。李议员，我跟你报告哈，这个是普遍的，目前一般学校，但是我们的双语实验学校，它的结束就很多，像成功国小，它就十七节、啊。吴局长，我在讲的是全面均值，我一年一年的增长，我没有办法一次到位啊。李乔如指出，在108年课纲中并没有规范英语教学的时间，但是高雄既然要列为重点施政项目，就应该要勇于突破框架，在经费及人力和教材资源上加强重视，建议利用早自习的时间让学生固定学英语，每天半个小时就好。如果国小用每天半个小时早，在他早课前可以让他学习到的话，那我相信这样才有办法落实我们高雄市的孩子在英语能力的这个成长提升。所以我希望韩市长要落实你的政见，把钱编出来。李乔如指出，目前只有列入重点示范的学校才享有17堂英语教学上课的时间，对其他学校的学生并不公平，希望教育局能积极筹募经费和资源，真正落实双语政策。记者张世明、黄兰君，高雄报道。看好电商行销市场，为了协助高雄企业能够进入电商平台，将高雄的好物产卖到全世界，市府经发局严选了40多家的厂商，200多项的商品，成立了高雄好物市集，要在淘宝网上上架贩售。除了有88折的开幕优惠之外呢，还将甄选网红来直播，希望能够打响高雄好物的知名度。200多项严选商品都是高雄市经发局和商业发展研究院辅导的高雄好物，将透过时下流行的网红直播进行行销。副市长叶匡时和直播主一起直播介绍开箱商品。听说他在网络上热销是风靡全世界。好，所以卖家要赶快多备货哈。对、很快要卖光光了，要买的赶快买，不然要买不到了。哎，我们副市长明天可以上传一张敷面膜的照片。一般中小企业的产品要进入电商平台相当不容易，市府经发局集结这些商品成立高雄好物市集，要在淘宝网上架贩售，将高雄的好物行销到全世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等于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平台淘宝这个平台呢，一天有活跃的这个用户数有7亿2000万人哈，那我们希望呢哈，透过这样淘宝的平台呢，可以很快的让我们的，特别我们有其中的一个高雄好物市集这样的一个专区，很快的让全世界能够在这边呢，直接要买高雄的地方的产品就在那边就直接买。由于网络购物成为趋势，高雄好物市集也搭上这股热潮，赶上双11、双12的热门网购档期，创下销售佳绩，因此打出88折的开幕优惠和征集网红直播的活动。网络平台的媒介可以拓展到，比如说像是东南亚，或者说给更多国外的朋友可以知道说，原来我们台湾在地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美妆品牌，难得可以透过一个跨境的这个合作，但可以在大陆可以直接买得到，或各个国家可以买得到我们高雄在地的实在的好的，有经过大的任选的一些好的商品。那我想这一次我们挑选出来的这40个厂商，200多个产品，基本上呢都是我们严选过，而且在本来就在高雄非常有名。我们希望把这些好的产品推销到国际上。好商品没有好通路，就没有好的销售成绩。高雄好物市集打入知名的电商平台，再搭配吸金的行销活动，希望在众多网购商品中脱颖而出，获得民众下单。开箱高雄好物，迈向全球，赞！记者黄俊怀、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市冈山旧地名叫做阿公店，改名冈山至今已经满100周年了。配合当地的特色活动，拿卡会即将要登场，主办单位将要特别扩大来举办。而在宣传记者会上呢，市府秘书长陈弘毅还有民政局长曹环荣是带着斗笠还有皮草蓑衣粉末登场，除了介绍冈山的在地特产之外呢，也教大家怎么做豆瓣酱哦，相当的热闹。高雄市政府秘书长陈弘毅、民政局长曹环荣戴斗笠、披蓑衣，穿上蓝色布衫，现身蓝卓文化节的记者会，为活动掀起亮点。还有民政局的局长，仔细看看，他们扁担上挑的每一件都是冈山在地的特色物产，从家喻户晓的豆瓣酱、羊肉炉，到冈山蜂蜜及芭乐，希望在今年蓝卓文化节上，再度让冈山文化特产发扬光大。就是要让我们民众能够
重新的来体会呈现我们冈山地区一些特有的文化，哪些特有文化？空军、军事的特色，豆瓣酱这是一定要谈到的，还有螺丝螺丝这个产业，工山体跟这个螺丝棍是全台最大的一个螺丝产业。那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南卓市集这些特色都在这次活动里面要重现给民众来体会。今年适逢冈山改名一百周年，南卓文化节扩大办理。过去南卓会只是在地赶集的市集，不过陆续加入文化元素之后，对带动地方观光有很大的注意。南卓会就是古时候的一个赶集这个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少接触到的。那我们希望把这些丰富的文化透过这次的南卓会把它给重新呈现出来。冈山区的农特产品原则上我们有三种，就是羊肉、蜂蜜、豆瓣酱，而这三个东西都是冈山主要的特产。我们也利用这一次囊括文化节，结合了囊括会第三次囊括会来行销。记者会上，陈秘书长跟曹局长还示范制作豆瓣酱，从黄豆的选择到放入瓮缸及如何搅拌，再看出制作过程的繁琐仔细。秘书长欢迎民众趁着国庆连假一起到冈山体验在地文化，顺便品尝道地的羊肉炉及豆瓣酱的美好滋味。记者高雄综合报道。高龄化社会的来临，如何服务银发长辈的需求，现在呢有许多相关的业界都动起来了。不过您是否发现到包括医疗、长照还有社区服务都隶属于不同的单位，造成资源管理上的困扰？高雄市目前已经由卫生局建立了整合平台，强调以人为中心，希望让现有的资源做最大的发挥。陈伯伯是不是常常忘记买过什么东西，或忘记东西放在哪里？偶尔有。到药房买药，发现疑似有其他的病症怎么办？往常必须到医院挂号，不过现在可以更方便，同时更精准。因为高雄市卫生局计划要建构社区型的医疗照护网络，将相关的部门做整合，同时针对不同的区域形态做些微的调整，让各个中心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可以资讯互通。当民众有需要在某一个领域的照护的时候，这个就很能够及时的做一个转介，那做一个很快速的接手，那接手之后也能够以人为中心做整体的一个相关资料的一个了解，个人的照护资料、个人医疗资料做了解之后，就能够做一个串联，让有限的资源能够及时发挥它更大的效果。不过在不同属性的地区，可能无法用同一套标准串联，特别是医疗资源较少的偏乡地区，卫生局也特别选出三个示范地区，包含都会型的左营、次都会型的冈山以及原民区的茂林，针对各区的生活及医疗形态做调整之后，为其他的地区推广找出最合适的方法。我们先选这三个区来做一个第一棒的一个示范，那我想从这个示范的过程，有相关的困难，有相关的这个好的方面，都可以做及时的过程面的一个检讨跟去触动去改善，那做一个分享。而面对偏乡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医师进不来，长者出不去，当天也有为善不欲人知的爱心民众捐赠符合山区道路的医疗巡回车，让偏远山区的民众获得最实质的帮助。港都新闻综合报道。中山大学学生会声援香港反送中的布告栏遭人破坏，但是并没有浇熄声援的力道，反而更进一步说要撕衣贴摆，将联农墙扩及到中山大学的隧道，希望让民众还有观光客可以透过不同的管道体认民主价值的可贵。中山大学的隧道里记录香港反送中运动各项重要的事件和时间历程，以及声援的字条和喷漆等，表达中山大学学生会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支持。不过部分字条却遭到路客破坏。报案过，后来有请，后来警方那边有将游客带回来到案说明，那后来的结果是和解，然后导致撤告。虽然发生陆客的破坏行为，但学生会的声援行动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积极地按照原本的计划，将声援的联农墙扩及到中山大学隧道，让更多人能够表达对香港反送中的各种意见。这是从香港人来，我们从香港人学到的精神，撕衣贴摆。他们如果撕掉一面墙，那我们就贴满整个隧道，用这样的方式来继续表达
对于香港还在街头上的手足们的支持。香港人最近在这三个多月里面做了什么事情？那为什么他们要走上街头去支持、去争取民主的部分？那我们是非常希望高雄民众能够透过联盟隧道去了解所有事情的真相。为了避免联盟隧道再遭到破坏，中山大学校方已经增设监视器，并且派出校警提高巡逻频率。而圣乐活动也将在10月7号以晚会的方式来到最高潮，联盟隧道也将截止展出。当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讲者，他非常的能够带起群众的情绪，邀请他们一起把联盟墙上面的便利贴撕下来，然后放到板子上，接着我们会送到香港去展览。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在台湾各大学蔓延，透过不同的管道让民众认识香港人的坚毅，但也包容不同意见的声音，才是台湾一直保有民主价值的可贵之处。记者黄俊怀、赖昌邦高雄报道。国立科学工业博物馆为了要提升技职教育的能见度，这一次充分利用既有的展示空间，举办了主题展示以及职业探索体验活动，希望激发学生还有家长对于技职教育的认识和支持，鼓励大家踊跃来体验多样化的技职新乐园。把鱼缸结合植物，既能够过滤水源，还能够种菜，又可以净化室内空气，更可以养殖有经济价值的鱼种。这一套鱼菜共生系统就是技职教育的成果。那我们这个鱼菜共生系统，饲养系统哦，是比较这个创新一点，比较特别一点的啦。我们结合了所谓平板式的种菜，还有水耕，因为是展示在科工馆，所以我们特别做了一个比较小型的。现场一共分为五大区，还有展示许多机器人的多功能运用。为了提升社会大众对于技职教育的重视，科工馆举办职业试探体验活动，结合产官学的资源，展现技职教育与业界合作的成果，让大众重新认识在台湾被冷落多年的技职教育。那农业是我们屏科大的强项，可是以往一般民众会认为农业就是以往农夫那么辛苦跪着你收草啦，你种植，其实现在都已经是智慧农业。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展示，主要是让社会大众可以了解目前整个技职教育跟产业的合作，其实都已经是提升到非常高位阶的科技的有这样的一个层面了。现场除了让民众参观展示体验各个专业职科的特色，也有互动式的主题，希望要以丰富又具有乐趣的呈现方式，改变民众传统对于技职教育的看法。港都新闻综合报道。继续提供您更多的港都生活讯息。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黄兰君，祝福您平安顺心，祝您周末假期愉快，再会。
是客家人，甲蜜蜂同款，无眠无日来无闲。在我来讲，这蜜蜂是我的爱情。有因，我的人生感觉过了足有意义。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妈妈说，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宝宝。虽然我的病永远都不会好，但是我用我的话告诉世界，我不会放弃。我是涂世轩，永远的老朋友，千年港都有线电视。高雄这座城市记录咱大家故事，每一条街路拢有咱上怀念的滋味，每一个风景拢留有咱认真打拼的身影。徛伫属于咱的城市，用心感受上界实在高雄味。庆年港都有线电视，甲恁牵手向前行。挥手大力一挥，四十多年的路桥一时化成瓦砾。告别过去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畅通的道路。桥拆了，路通了，高雄的情感全串联在一起了。庆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携手向前行。高雄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所在。有厝边的友情，予人温暖的亲情，助人感动的爱情，也够上骨力的热情。加油！加油！加油！拢伫咧上水的你。银发潮流正在来袭，从后面看起来就像年轻人一样。想知道长辈们如何追逐梦想，传承老而不朽的人生观吗？跟着主持。